众请起立，请对面站，请合掌。礼请高雄文殊讲堂常住法师入席。迎请上会下律长老身坐说法。Yeah.
夏律长老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，一问讯就好。阿弥陀佛，请坐下。佛门有句话说：今生一照面，前世多少香火缘。感谢因缘和合，让诸上上人聚会一处，聆听法义。听经闻法是佛弟子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功课，所以一定要把握殊胜的因缘，常随佛学，让佛法的真理净化自己的身心，内化自己的道念，这样您的人生、您的生命将会更有意义，更加的圆满。非常感谢长老慈悲，随顺众生，勤转法轮的大愿心，于道务繁忙之际能特地前来以法相会，宣讲第一义谛第四集。慧律长老智舌甚口，善说法要，每次都用最好最受用的微妙法义来供养与会大众，每次都获得广大的共鸣与热烈的回响，因此四众弟子年年都满心欢喜，期待着长老的法音宣流。现在就祈请长老广开甘露法门，引导我们一起来与佛接心，与道相应。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恭请上会下律长老身作说法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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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啊，各位尊敬的大法师，各位尊敬慈悲的大护法居士们，还有我们今天呢，柯副县长也来到现场，我们为副县长鼓励一下啊！还有啊，以及啊，
各位慈悲的义工，各位领导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呢是2014年8月3日，彰化的全国斋僧大会。那么出家众跟在家众呢，也超过上万的人，让人感动。我们呢了解啊，主办单位啊是非常的辛苦，一次又一次的开会，一次又一次的协调，一次又一次的沟通，才有我们今天呢庄严殊胜的斋僧大会。我们100%的赞叹了主办单位，给他鼓励一下。我们呢非常的肯定啊主办单位的辛苦，同时呢希望呢大家呢继续啊支持我们彰化斋僧，让我们的彰化斋僧呢永续经营啊。那么第一轮呢3年呢我已经讲过了啊，那么师父呢去年已经完成了3年的第一地了啊，这一转眼间呢又到第二轮的3年，我已经有表明过了，佛教是大家的，佛教人才济济呀，如果有诸山长老，那么还有啊信徒可以推荐，有修有证的，那么可以啊上台大家交换交换，在这个末法时期呢，大家需要一股热忱。需要一股互动的平台，所以如果你有好的法师，或者是有能力说法的，有修有证的，有德性的，可以啊推荐给这个主办单位。当然啊，由主办单位来采决。那么我在这里呢还要继续3年，那么内局的不必亲，我也推荐我的徒弟呢，法仙法师呢，还有啊法无师父呢，也可以参考一下啊。这两位是我的徒弟啊，那么也善说法要，那么在家或者是护法居士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，也可以啊给主办单位联络建议一下啊。佛教啊要大家尽一点心力啊，不要说第一轮是3年是我，第二轮3年是我啊，他们目前看起来这个主办单位好像没有准备要换人的意思啊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他们又那么热忱，拒绝又伤害到人家的自尊啊，讲下去嘞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，又觉得怪怪的啊，在这里不晓得应当是谦虚好，还是自信心充满好啊，的大家有意见呢给我建议一下。这么第二年呢是3轮呢 3年呢的第二轮呢，今天是新的一年。那么我们要了解佛法它的意义是什么，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生命拉得多长，活得更久，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说我们如何让日子活得更完美，更解脱，更宁静，更安详，彻底的解脱跟宁静，内心充满着智慧，把我们的生命呢变成一种真实的享受，活得踏实，这样佛法的意义就显现出来啊。拥有金钱的人比不上拥有智慧的人，你拥有金钱呢能够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拥有智慧的话，可以超越一切现实。如果你身上有1亿，你可以买一栋豪宅，但是你买不到智慧。如果你有1亿，或者是100亿、1000亿，
能算有钱人，不能算是一个解脱的人。佛法不一样，如果你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坐在这里是真的为法而来的，那么这你坐在这里听了一句话解脱的话，就远远超过几百个亿。所以金钱可以面对现实的解决问题，但是摩诃般若智慧呢，却可以超越一切的现实。佛法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个性改变成佛性。说这个人很有个性，表示这个人很拗，没办法降服他。而佛法正是降服其心一帖妙药。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念佛拜佛啊。古时候的人讲了一句话，说念佛啊念破嘴啊，拜佛呢拜断腿啊，性子不改也是地狱鬼。听得懂吗？啊，性子，佛声继续拍，佛声唔通停，我的心情，哎，我叫好的心情啊，哎，这佛声啊，这掌声唔通停啊，我今仔日叫好的心情啊。啊，那这个菩萨声继续拍呢，安尼咱的生命就真煞拍。啊，解释一下，念佛啊，念破嘴啊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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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呢，啊，拜佛的拜断腿了，这够精进的吗？你们有拜断腿吗？没有啊，只是说。啊，这个腿酸酸的了，啊，吃吃药就好了，没有人拜断腿的。性子不改也是地狱鬼，性子就是个性啊，这个个性稍微不调整一下呢，地狱跟恶鬼啊会跟你连接上的。所以啊，念佛拜佛，内心要充满着智慧，充满着智慧。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路，希望过来人呢、啊，比如说我们呢想到很遥远的地方怎么去呢，那你当然就要问一些去过那个地方的人，有经验的人，去过的人。那你今天你想要成佛啊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佛就告诉你一条成佛解脱之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所讲的完全以佛陀的教法啊的经典，如法如理如佛所说来弘传。那么去年呢，我们呢讲到这个四的七种地狱地，听下来呀、啊，许多人的感觉就是太深太艰涩，出家十年二十年也不一定有办法去理解。我的目的很明显的，今天是斋僧，简单讲今天的演讲是冲着出家人来的。出家人不能一直停留在讲讲故事啊，说说因果啊，讲几个往生的这个例子、啊、来鼓励大家。佛教有究竟的真实意，就是第一地。因此我之所以啊把法讲到淋漓尽致毫不保留，就是希望提升整个佛教的出家人的素质跟水平啊。那么在家人呢，听多少就算多少了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去年呢讲这个四第一地，七种四相的第一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重点要讲理第一地。在座诸位，理跟事
是平等不二的，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离事相没有离体，离开离体也没有事相，平等不二。所以无有里外事，也无有事外的理。今天我们虽然要讲理第一地，回归一心，回归真如，但是必须先复习一下，用少许的几分钟复习一下去年所讲的七种事项第一地，这样理事才能圆融，今天才有办法发挥到第一地理事圆融究竟啊，平等不二。所以我们先用几分钟简短的时间复习一下重点啊，因为第一地啊，每一集啊都是有息息相关的，但是也可以把它独立的来看，独立的来看，但是每一集都有息息相关啊。我们去年讲七种性质性是第一地，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讲理第一地啊。诸佛妙理不是讲理就是讲事，诸位，诸法三分，体相用，升起三有因缘果，法有两端，事法还有理法，理不离事，事不离理，理事平等不二，这是佛的究竟义。我们先回忆一下，用少许的几分钟把去年的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去年讲七种事项的第一地，如来依性质性第一心，性质性就是是第一地，第一心就是理第一地，建立了七种第一地。那么理七种第一地，最后回归一心呢？回归真如，回归一心，回归真如，是说所有的体相用因缘果事跟理啊，都空无自性，都空无自性，它有共同的性，就是空无自性。所以平等法就是佛法啊，究竟空无自性就是佛法，能够证理的唯有心。那事既然不离理，理不离事，事跟理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心，离开心就不是佛法，佛法是心法，那么离开这个心就是外道。所以佛法是心法啊，是内典，那么外道是心外求法。所以回归一心，回归真如，必须达到事第一地空无自性，理第一地空无自性，究竟平等，回归一心，回归真如，了诸法无性，即入第一地啊，即见啊如来的法身。什么叫做了诸法的无性？无性这个非常难体会，无性叫做空无自性，空无自性啊。那么这个空无自性又分四相空无自性跟理的空无自性。四相的空无自性叫做空相，空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空相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讲空相。空相跟空性是不太一样的，空相是破除相的东西，表示相本身是缘起性，是刹那生灭性，是无常性，是空无自性，是无我性，叫做空相。空性不是这个意思，空性是空无自性，求其体性不可得。一个是空相，是站在四相的角度讲的，空无自性求其体性不可得，讲空性是站在体性讲的。植物跟矿物空无自性，没有自体性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心又讲空无自性？万法回归于心，讲心空无自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
当我们回归到一心回归真如的时候，讲空无自性，这个时候叫做不立知不立见不立相不着一法。如果说真如有其自性，是说真如是存在的。如果说诸法空无自性，那么如来百千万劫所修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即成断灭。佛不作如是说，佛说说法，不偏事不偏理。佛陀说法啊，不会落入常见，也不会落入断见。如果说诸法是有，即落入常见。如果说诸法是有，求其体性不可得。如果说诸法是无，就会落入断见。那么你今天在这里 听经闻法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便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是断灭嘛。所以诸法不能讲有，也不能讲无。如来不作如是说，何以故？皆有过故。如来说法不落两边，既然没有两边，当然就更没有中道了。中道是对治两边的，有两边才显中道啊，没有两边哪来的中道呢？没有两边就没有中道。所以佛陀在新的角度来讲，讲空无自性的时候，动物空无自性，植物空无自性，矿物也是空无自性，显空相不生不灭的时候是这样讲的。讲空性质不是这样子的，讲空性是说我们今天诸法空无自性，究其体性不可得，站在理上讲的，站在理上讲的空无自性。但是如果讲你讲空无自性也不对，如果我们的心空无自性，那么就变成断灭了。所以后面又补上一句说，诸法回归一心，心有其自体性。这个时候就讲心有其自体性，就是存在的一颗般若摩诃般若的心，就是佛性，就是犹如，就是第一地心，它是存在的，但是没办法说。如果不存在，我们修行做什么？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佛性，你今天要修什么行呢？所以讲空无自性是不立知不立见不立相不着一法，讲有其自体性是说我们有佛性，它是存在的，所以必须讲诸法有其自体性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圣意无性。圣意无性就是说诸法空无自性，但是不离第一义谛，不离第一义谛。诸法虽然是不生不灭空相空性，但是当下就是不离第一义谛，第一义谛心就是佛的心。所以这个第一义谛就是成佛的临门一脚，所以了诸法无性即入第一义谛。理不离事，事也不离理，理外无事，事外无理。理如是就如，如则无相，如则无念，如则无所住，如则毕竟空，如就是平等。法界如，诸佛心如，众生的心还是如。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，如来则即诸法如意。诸法如意就是证得第一心，第一义心叫做诸法如意。万法皆如就是佛，体如相如用如因如缘如果如事如理如，万法皆如叫做佛的心。那么去年呢，我们呢七种是第一谛，今年呢我们讲理七种第一谛。回忆一下去年讲的是第一谛，即性自性第一谛，即就是集集的集，集合的集，集就是两种同时存在，集合体也集合相用。简单讲，有相就有用，就有用就有相啊。简单讲就集体用，指性质未分，以此性质为其自性，名是第一谛，即性自性第一谛。简单讲就是集体用不分，体用皆如，名为
即性自性第一谛。再讲一遍，即就是集合体跟用还没有分开来，以此性质为其自性，叫做即性自性第一谛。第二种是第一谛，第一谛的第二种叫做性自性第一谛。性前面是体用不分，现在是单讲性，就是单讲体了。性就是体，体就是性了。单讲体的角度来讲，那也就是以真如之性为其自性，名之性自性第一谛。换句话说啊，讲体用叫做即性自性第一谛，单讲体的话叫做性自性第一谛。接下来讲相，性自性第一谛。相就是用，用就是相了啊，没有离开说相而有作用的啊，有作用它一定有相啊，就算是空气有空气的相，虽然你眼睛看不到啊，事实上它还是存在啊。那么相相空无自性，相相皆如啊，用不离体，体不离用。我们说啊，体用一如啊，性相不二，就是在告诉我们性相皆空无自性，所以性相不二。体跟用是一如，所以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啊，体用皆是一如。所以叫做相，性自性第一谛。相性自性第一谛就是相相本来就空，所以因此啊，悟道的人，你随手拈来你看一朵花，可是圣人的心不一样，他不会随着这一朵花漂不漂亮而去动摇，因为相相本空嘛，众生看到缘起的假象啊，而圣人看到究竟的本体不可得，求其体性不可得，花只是缘起的，因此他的相不能影响到他的本性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众生都死在相里面挣扎，不知道它只是缘起，短暂的刹那变化的。接下来第四种叫做大种性自性第一谛。大种就是四大啊，地水火风，地大种、水大种、火大种、风大种。为什么讲大种呢？种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人生跟整个宇宙，简单的回归到最大的元素是什么呢？就是大种，离不开地水火风。那么这句更用科学的角度来诠释佛法的伟大的时候，人从哪里来？人从哪里来？人从爬虫类来，爬虫类来，爬虫类怎么来？从大海里面来。大海里面怎么来？从多细胞来。多细胞怎么来？从单细胞来。从单细胞来，也就是说在几亿年前是没有所谓人类、动物、植物，通通没有。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球含有地球 CO2 是整个地球都遍满二氧化碳的，那个时候的温度是高达2000度的。20-30亿年前我们这个地球的温度是2000度的，任何动植物都没办法活。好，再来，单细胞怎么来的呢？那这个地球形成几十亿年以后，由这个流星带着这个氢氧氮化啊，动物的蛋白，能够生命的物质氨基酸划破天空，投入到这个地球，这个地球接受阳光的照射，开始有生命的氨基酸起这个变化，开始有单细胞，再来有多细胞，再来变化成海中的啊这个鱼类，再来有脊椎，
再来就是两栖动物，两栖动物这里就直立动物，慢慢的矿物植物动物人演变到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地球怎么演变来了的呢？这个地球啊，是大爆炸来的。大爆炸，换句话说，在100亿年前，这个大爆炸爆炸出来的本能量冷却以后，本来是碎片，经过引力，然后集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地球。而地球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生命的。好，所以讲整个宇宙怎么来的，你没有办法离开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如果加上动物，叫做空间式，空间式。所以骗法界整个宇宙离不开地、水、火、风所缘起的假象。一座山，你看一座山也是地、水、火、风，每一个人的貌相不一样，也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地就是我们的坚固骨头啊、肉啊、皮肤啊。那么水呢，就是液态，就是血液啊、尿液啊、唾液。火就是我们的温度，风就是我们的呼吸。看遍全世界，整个宇宙推论下去，没有一法不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所构成的，那只是缘起，缘起就是如幻。所以能言经讲啊，七大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周遍法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来讲相相本空是怎么来的。因此说实在话，我们这个色身来自于太阳，宇宙的一种能量，而这个能量冷却了，我们误认为这个色身是我，所以活得这么的痛苦啊。所以这个叫做大种性质性第一地，也就是一世大种为其性质的自性，方便可以分析，可以讨论，让众生更加的明白啊。分析这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水多一点就是大海，地多一点就是高山。那地、水、火、风平均那是人类，地大多一点，比如说树木因为水啊，所以水多一点啊，抽拔变成树木，火化以后又变成灰烬，失去水分。岩石看起来是硬的，在高温2000度的时候，岩石是融化又变成液体。这个世间只是地、水、火、风随着温度的蒸发冷却所幻化出来的能量短暂的聚合体，而我们误认为这个是实在的体性。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大种性自性第一地的意思，是以世大种为其性质的自性，方便可以讨论。那接下来前面我们讲的啦，世种是第一地啦，那么接下来升起三有，我们讲因缘果。什么叫做因性自性第一地呢？什么叫做因？前面说建立的一切法具足有体，前面讲过了，有相跟用，还有四大地水火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建立一切法，就可以建立亲因缘，亲因生起他法。你这个色身怎么来的？我有体，比如说我是慧力法师啊，也就是五蕴身，这个身体是假体，我佛性是真的体。那像我就长得这么可爱，用的话，我能说几句法，跟大家互相切磋切磋，分享大家
我的青阴眼是我的八十天中的业力的种子，叫做艺术果报，这是最重要的因啊。为最重要的因就是八十天中有这个因，简单讲有这个念头，借着父母的因缘而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我们有体有相有用有四大，便可以为一切法做其亲因，生起他法。所以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交汇点具足体相用四大种地水火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方便成立，说明为因，说明为因。要不然因你怎么建立的呢？你要建立这个因，要提要相要用啊，要四大，要不然你怎么建立这个因呢？所有任何能解释的因不能离开这个体相用四大种，不能离开这个。比如说苹果这个种子，苹果这个种子其性本空啊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啊。但是呢，你要让这个苹果有所分析，建立次第，又怎么样呢？有的种子就必须借种因缘，水、养分、阳光、除草，最后长成苹果。举这个例子比较好容易了解。因性质性，也就是因性本来就空，以此性质为其自性，称为因性质性第一地。也就是说建立升起这个因缘果次第。在这诸位，为什么要建立次第法，而佛 不说一下子就讲严顿大教，为什么要建立因缘果这个次第的？为什么？包括修学圣道也建立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四加行，显教的四加行、软丁等四第一地，跟密教的四加行是完全不同，是完全不同。接下来十地菩萨等觉妙觉，连修学圣道都必须建立次第因果。为什么？我不讲一下子讲到自言自度呢？因为佛在经典里面讲，若不建立次第，众生啊不了解啊，佛道是环环相扣的，是一步一脚印，才有办法跟随着佛陀的足迹，达到成佛的目标。在《楞严经》讲，佛之所以建立次第，主要是不让佛弟子落入外道的之见，让他一步一步走回到家。所以建立升起这个因缘果的次第啊，才有办法建立一切事法不落入外道断灭见。佛教我们要守住因果，就是守住佛的戒律，守住因果任何一个佛弟子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因果，违背因果就是违背佛陀的戒律。因性质性再简单解释一下，升起三有因缘果，那要建立这个因，必须有体有相有用有四大种来作为其亲因，那才有办法升起他法。简单讲说，在某一个时间空间交汇点具足体相用，具足地水火风，这样就有办法建立这个因，要不然你怎么建立呀？例如苹果虽然其性空相，空性本空，其体本如，但是为了建立次第，必须正确的因，必须要这样子有其因。体性虽然本空，但是次第必须由因加缘产生果，
接下来缘性质性第一地种子为因了，刚刚讲的苹果了，这个苹果如果有水有阳光，这些助缘水阳光养分都空无自性，这个空无自性就会助长因，如果有其自性那就没办法助长，因为空无自性才有办法助长这个种子。在这诸位，这个还得解释一下啊，众生所住的地方，比如说二圣人的经典，阿含经的经典都翻译成共业所感，共业里面的共业，共业里面的别业，别业里面的共业，别业里面的别业，在究竟义佛对十地菩萨就不是这样翻译了，不是站在业感缘起的角度了，如果是站在能切经对这个十地菩萨，不是翻译成共业别业，它是翻译成共相跟别相，共相空无自性就是实相，别相空无自性就是实相。简单讲，能切经是圆顿大教，回归当下，它不是翻译成共业跟别业，啊，翻译的经典是翻译成共相跟别相。为什么呢？这大菩萨不是业力来的，是愿力来的，所以翻译经典也不一样，针对的经典针对的众生也不一样，阿含经针对凡夫二圣人，可是这个南切经针对圆顿大教的时候，他翻译的经典不用共业跟别业，他用共相跟别相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大菩萨成佛临门一脚就是对第一地的体会，因此佛说共相即是空无自性就是第一地，别相当下即空，空无自性就是第一地，谁有办法当下回归到圆顿一心真如，谁就是佛。但是众生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圆顿的根基啊，所以必须要建立次第，以免走错路落入外道。在这诸位哦，你不要以为你出家十年二十年你认为你懂佛法，说不定你现在所修的是外道法，你自己弄不清楚而已哦。你那么坚持你自己认为就是我入佛道，那可不一定。如果没有正量的解脱境界，如何证明你是入佛道呢？如果你用生灭意识心修行，你很容易就掉进去外道。哎，如果你用猜的，猜的就是说，哎，大悟见性是什么境界？我用猜的，那就是很危险的。所以，是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，不见性，如何了悟佛的那一颗心？佛的那一颗心你都不认识，你怎么修行呢？所以要很冷静的面对自己，勇敢的面对自己。所以说呀，非因非缘是诸佛之本源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们讲因跟讲缘讲果是建立在次第，但是回归当下，因当下空无自性就是第一地，缘当下空无自性就是第一地，果当下空无自性就是第一地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正量的解脱境界的时候，并没有所谓开始，也没有所谓的结束，也没有所谓的当下。对，讲当下它就是不是当下。何以故？如者万法一如，如为什么要讲当下呢？所以佛说刹那即非刹那，佛说无常即非无常，佛说缘起实无缘起，讲到究竟义就是这样讲的咯。在二圣人凡夫在讲凡夫建立在共业别业，建立在因缘果，可是在究竟义的实相里面，回归到当下的实相里面，佛说缘起实无缘起，佛说无常实无无常，佛说刹那实无刹那，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功夫能不能体会佛意了。所以佛说非因非缘是诸佛之本源，也就是说你想要体会诸佛的本源，一定要了悟第一地次第一地理第一地，方便建立因果因缘果，体相用因缘果四根理，
方便建立，全部打散，回归当下，这个就是诸佛的本源。体会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空间，交汇点，缘起，当下就是毕竟功，万法唯心限量的境界，哪一个呢？能够契入大极灭法，那个就是佛。成佛以后，没有心，也没有旧，它本来就存在在那个地方，只是你体会不出来。说啊，我成佛了，错。你的佛性早就存在那个地方了。我们说啊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错，新大陆早就在那边了。我们说修行，我修行成佛，错，佛性早就在那边了，成什么佛呢？成佛没有心，没有旧，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，更没有中间这个点，时空完全静止，大彻大悟，正量的解脱境界，时空完全静止。时间跟空间是妄想的产物，是一念无明，是一念无明所幻化出来的，是24种不相应行法，也就是时间空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。有的人说啊，开悟见性是证得第八意识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大悟见性，第八意识是什么？第八意识是维系生灭法，第八意识是与啊是空无自性法，第八意识是有为法，第八意识是染净和合法。我们说阿赖耶识又名空如来藏，为什么阿赖耶识又名空如来藏呢？因为阿赖耶识啊有2种执着，根本无明不谈，一念不解不谈，它有具生法执、具生我执啊，分别法执、分别我执。这第八意识是生死法，千万莫把第八意识当作是真心，把第八意识当作正心来正，就是把生死的根本解读成不生不灭的涅槃，是从根本上的错。第八意识是有为法，第八意识是留住生、留住住、留住灭，第八意识是依他起性，是空无自性。